卡在手真的越来越方便无穷，因为现在这个悠游卡呢功能还真不少，除了在便利商店咖啡店能够小额付款，现在你可以看到呢，这个贩卖机呢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功能，就是连悠游卡买通。平常想用零钱买饮料却发现钱不够该怎么办？没关系，现在用悠游卡也可以买饮料。悠游卡它本身的定位很清楚，就是提供消费者更多的便利，然后作为零钱的替代品嘛。那自动贩卖机当然是一个最好的选择，150元以下的付费，我们都希望能够大家不用用零钱了，直接可以用悠游卡。不管是搭捷运还是坐公车，台北民众几乎人手一张悠游卡。除了搭乘大众运输，悠游卡近来靠着小额付款冲高发卡量，甚至改变了一般民众的使用习惯。可能像在 Seven 啊，或者可以用悠游卡的地方，对，会比较方便。会特别用。用悠游卡买贩卖机饮料很方便，但要推出这个看似简单的感应扣款服务，可是花了一年时间才克服困难。因为台湾贩卖机多是国外进口，必须从总公司改良系统才能用悠游卡扣款。目前悠游卡贩卖机已经陆续出现在台北街头，悠游卡公司期盼在明年能拓展到全台。看来以后需要用到零钱的地方还真是越来越少了。UDN TV 尹德玉、詹妮台北报道。